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印度小伙装高智商被怪兽吃掉的故事。故事开始在金字塔的神庙，有一颗宝石，想要拿到宝石就必须要逃过怪兽的追捕。这天，一个智商250的小伙独自一人来到这里，刚想去拿宝石，宝石消失了，出来一只猛兽，小伙撒腿就跑。小伙不但智商高，身体也棒，边跑还边吃金币，在河边吃到一颗大力丸，移动速度增加500%。怪兽很久没吃过人肉了，对小伙还是穷追不舍。在一个破旧的寺庙旁边，小伙躲到石像旁边。我靠，这是要装蓝爸爸吗？怪兽没看到追了过去，小伙放松警惕，准备继续探险。结果身后怪兽石像动了起来，把小伙扑倒了，而神庙里宝石依旧还在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听说点赞关注的朋友都已经走上人生巅峰，迎娶这样的白富美了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